十日前，梁王逆贼在东都全线溃退，爹爹得胜在即，将来秦王有功，就是大荣的功臣。我们说不定啊，都能去东都封官呢。 不对，梁王大军全线溃败，主力尚在，粮草未尽，在这个时候，他们居然放弃京畿，我认为此中定有玄妙，我们不可轻举妄动。确实，梁王大军败走东都已有时，可各州并未传出和他们交手的消息，那就说明他们很有可能正在行往幽州。没错。 前线打不动，他们就想用幽州守住和满城百姓的性命，要挟范进士退军。现在我便书信一封，通知前线。报，佘将军，梁王率10万大军过了幽州边境，直奔望都而来了。10万？是。